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伟哥。王者荣耀 S23 赛季如今也差不多过半了，相信很多玩家战力系统也都到了60级。那么 S23 赛季的战力60级皮肤礼包该选哪款皮肤呢？下面就一起来看看吧。首先我们来看看孙膑的天使之翼，这款皮肤是这次礼包中点券最贵的一款，也是最推荐大家兑换的一款皮肤。虽然这款皮肤目前没什么特效，但如今很多同价格类似皮肤啊都已经做了优化，所以孙膑这款皮肤后期也会有很大的机会进行优化的，所以现在不拿白不拿。接着就是哥特玫瑰和坚韧之力，这两款都是属于488点券级的皮肤。如果已经有孙膑天使之翼的，或者不想换孙膑皮肤的，那么这两款皮肤也是非常值得推荐，毕竟价格摆在那里。而且这两款皮肤和半身皮肤的特效还是有一定区别的。最后就是三款半身皮肤，那么就可以随意兑换好了。而伟哥这次就没有狄仁杰的锦衣卫，所以这次皮肤礼包就只能选择锦衣卫了。这款皮肤也是没什么特别的特效，只能说它的造型还可以吧。那么小伙伴，这次的战令60级皮肤礼包，你们选择了哪一款皮肤呢？